金毛能吃花生吗？金毛能吃花生，但不建议多吃，因为花生中含有的油脂太多，容易造成消化不良。特别是小型犬和幼犬最好不要吃，因为这两类犬的臼齿发育并不好，咀嚼花生时容易变形，再加上花生的颗粒较小，幼犬进食快时可能会发生窒息。不过花生也有很多好处，其中富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让金毛的皮毛更加好看且有光泽，同时还能为成犬清洁牙垢。